表演啥才艺？我哪有才艺？张佳宁卡了。他假装掉线，他假装在卡。啊，定格了，卡住，网不好。哎呀，那我给大家变个魔术。好。因为我其实我会变魔方，但是魔方不在。而且已经表演，他还在倒数念。嗯，我记得。变个魔术，变一朵花，这好傻呀！但是我表演完了，其他人也都要表演才艺哦。还有三个人，有三个男生。赶紧想刚才。我已经表演完了，反正。你表演啥了，杨成阳？你表演了。我说嘛，我表演完了，你们三个也要表演哦。你就放了个幕，这算什么才艺？才艺啊！就是啊。我先把这个机会抢掉了，你们也可以报啊，但是我先抢了呀。我是主持人，你闭嘴，不管你知道。可以。好，好吧，来，我给大家变个魔术，变一朵花。太傻了，我天！不管吧。那我就给大家送个小心心吧。再给大家变个魔术。这个。我给大家变个狗。哇。我变个猫，喵。我变个羊，咩。麦子卡住了。我变乌龟，大象，大象。你要变乌龟，我看看你怎么变乌龟。好好奇啊！乌龟，快点变乌龟！我们变完了吗？啊？这是乌龟吗？哎，真是的。缩头乌龟吗？对，你看冷笑话，大家都笑了。哎，大家应该就是这个直播太真实了，就是现在在的人，我跟你们讲，基本上五个人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。没有，我平时很高冷的。No， 我平时不是这样。那你就这样。我平时装的。我不是，我平时很高冷的。哎呦，最高冷的，我跟你讲，最高冷的人已经走了。我在想啊，要不是我们四个陪你在这儿一起犯傻，你一个人好惨啊！我一个人是不是直播过一次，一个小时？你知道我那一个小时自己要怎么直播，怎么玩的？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我有一次直播。然后我就一直在看弹幕，然后我看清哪个我就说话，我看不清我就不说话。嗯、然后还表演了才艺变魔方。嗯，那你可以继续变一次。就是刚搬完家，魔方都找不到了。哎呀，我的咸鱼，来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在，你不能说吧，不要说。我跟你们讲，不能说吧，好，不要说。你先卖东西。没关系，我们见面说，见面说。好。再说，见面。没有发现我最近真的很，哎呀，我的发型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太。但是我觉得短发还蛮好看的。真的吗？你不是拍戏吗？你。想剪短。该剪的。但是没有勇气。也对对，我那时候这么长哈，但就是觉得。对啊。挺不是也自己也想剪，然后就觉得角色如果短发肯定更好看，然后就剪。嗯，凉快啊，剪啊。但现在有一点就是尴尬，长这个位置哈。我过两天等你们见我的时候，肯定比这个短了。我过两天去修一下，为了见你们修个头发。你剪的跟我一样吧？啊？你剪的跟我一样吧？我才不喜欢锅盖头。特别的锅盖，特别的纯。你们不用担心。你跟麦子，你们俩谁头发长啊？哎，我好像比你长。好，你比我的头发长。麦子长一些。对，我就到这。嗯，好像一个发型哦。对啊，我刚一直说咱俩发型好像。哇，你们两个发型是同款啊。嗯。啊、会不会被影响？麦子的比较中分一点。不，麦子，你把耳朵盖住，你把耳朵盖住。哎呀，麦子层次会高一点。我操！他露一边的，露一边，
没有细节。哦。我妈呀！快散了吧。我是要再剪一点。彤彤，我跟你说，剪完短发不想留长发，因为洗头发干得快。你看。是吧？他们说剪短头发会上瘾。特别上瘾。对，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。然后很多人就说你留头发吧，然后那个就是长发好看，我说没关系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戴点假发，对，或者去接也行。啊，对，可以接，那接的也挺、啊、挺方便的。这个好累哦，弹钢琴，弹钢琴是什么歌？谁会弹钢琴？腾腾会呀、啊。哦哦，哇，肉肉现在也没有钢琴。你把手机那个打开那个什么音乐库，然后用那个弹。那个只有12个键盘的，给大家弹个两只老虎。是看到了晨晨吗？这个应该是他哎，王晨啊，王晨在，他在里面。哦、结果我们把他连进来。他要不要连麦一下？哎，他连进来，他连进来。看一下，我们制片人小姐姐。陈姐，这是我们的制片人小姐姐。感用户离开了，立马离开，害怕害怕，跑得快，这跑的也太快了。陈姐跑了吗？跑了，跑得太快了。这里面一定有，还有你看有很多匿名的，就说明对他们可能潜伏在里面，会不会暴露自己身份的？会不会小梅跟张潘都在？我觉得会在，用小号躲着。肯定的，在刷屏呢，肯定。在刷屏呢。这走的也太……你看，刷的这个江那个跳个舞，江津跳个舞，估计就是小明刷的。哎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我看看在不在啊？我再翻一下，不能漏掉。真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害怕呢？调一下，调一下那个什么，他都不用化妆，你就上卡，然后卡了就是。聊聊片场的趣事吧，片场趣事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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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谁没说？真的是不合群。片场趣事。啊，那对了嘛。还要摆个 pose。 我说实话，这主持人好难当啊，挺难的。一群感觉我们四个都像是那种在班里面坐最后一排的小孩，天长度社恐。天长好玩的事都是每天都、我一说到好玩的事可能想到都是下雨呀、啊。嗯，我觉得海滩挺好玩的呀。哦，你说拍那个海报的时候是吗？海报的时候啊，剧里面的海滩也挺好玩的呀。剧里面海滩多好啊！你真好玩。你们看到我们穿的短裙，其实里面穿了好几层那个肉色的，绒袜。真的太冷了。对，拍的时候厦门特别的冷。还有揪头发，腾腾的头发被我。但可能他们没有看到那场戏，好像没有播出来，但是预告片剪了，就很好玩。哪一场？腾腾被自然卷，我跟肉肉也说很好玩。腾腾，腾腾就是一个伪自然卷，就是腾腾每天出工都贼早，就是为了卷那头头发。好像要2个多小时的那个妆发时间。是的，女生都好超级大波浪。那是小波浪毛卷是吗？那应该是小波浪。那是羊毛卷。啊，羊毛卷。拿那种小夹板，一点一点的夹，老费劲了。但是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觉得那个好可爱呀、啊。这个显得发量特别的多。如果发量本来就很多。没有，真的加起来了才多。有秃头困扰的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彼此的第一印象啊，这个我好想听呀。